这已经布上了。宋代年夜饭最大的特色就是不吃饺子，也不吃年糕，而是吃薄托。宋代谚语称冬馄饨，年薄托。百事集是宋朝人过年时将柿子、橘子和柏枝放到一起，寓意百事集。欢迎各位来到鼎鼎有名的状元巷，欢迎。想必大家此次前来也是为了进京赶考，求得一块福牌。我们是家丁，我们没有赶考。家丁，哎，为公子祈福。哎，对。但这福牌呀，最近人人都来讨要，只要各位能成功走过我们的巷子，方可得到这个彩头。我们可以走啊，我们就这么走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咱们面前呢有一桌琳琅满目的年味美食。哇，我们把这东西吃完是不是就可以？那您不能吃。几位呢，请抬着这一桌美食走过我们的巷子。六位成员抬着一桌美食从起点运送到200米外的终点，运送途中不可脱手，桌子不能落地，美食不可掉落，否则将回到起点重新来过。挑战成功便可将福牌挂到吉祥树上。那我们高低不平，参差不齐呀。哎，一共就四个位置，四个人上就行了。咱们两边站四个，前后各站一个。我把这个吧，宝哥，你把这个，我就得把那个。对，咱俩一前一后嘛。你们俩得对称。可以，咱试试吧。各位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来吧。那咱们来开始吧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吧来吧，三、二。一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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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慢慢，哎，特别棒，慢慢慢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慢慢，哎，特别棒，慢慢慢，特别棒，小退步啊，小退步啊，小退步啊，左右，左右，小退步啊，稳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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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甚至可以这样，我甚至可以这样。我是不是站错地方了？来，咱们继续往前走啊，走。这是为公子讨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好彩头。哪家的公子啊？苏家。苏家的公子。苏家的公子。哎呦！什么情况？美食掉了，返回起点，重新开始。要不，宝哥你来前面吧。行，我在后面还可以看着点。其实你们搭在上面，我们这四个可抬过去。对，来吧，来吧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三、二、一。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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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稳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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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稳住。这下很稳。这稳得一塌糊涂，小心前方有鸡。如果这鸡还出来，我告诉你，他过不了这个年。没有来鸡，来了个人儿。我鸡呢？你鸡？你鸡被人摔了。你鸡？我们母鸡。母鸡呢？我们母鸡呀、啊。你往那边看看。哎！这不是个好人。没事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走了，你们多看一看边上那些什么小岔路啊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蛋有点晃。最麻烦就是这个蛋，蛋有点晃。对，来，一定要注意。哎、左蛋啊，左蛋有问题。我这边。山河万里，家康嘉年味。山河万里，家康嘉年味。本节目由康师傅饮品冠名播出。左蛋啊，左蛋有问题。我这边。过新春将至，所有景庄礼盒都有优惠。我打你，你谁啊？那咱们只能返回起点，重新开始了。好，又掉蛋了，掉了俩。太吓人了，这个。我们商量商量，这个蛋好容易掉。我就想提一个啊，这个碗哪有扣在桌上用的碗？对，大过年的扣着不吉利啊！家里没胶吗？你碗肯定是冻着呀。我们是来讨彩头来了，扣碗也不吉利，大过年的，反过来才对嘛。那行吧，那我们就把碗给返回来吧。对，反过来才对嘛，大过年的。
来，来三，二，一，来了，来了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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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来了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走，机会怎么样？那个蛋有点不好逃了，挺好，但那个橙子摆的有点怪啊，是吗，哥？你别回头看，你别，你大意呀。找鸡男还是鸡要男？他俩都 OK 了，他们的剧情结束了。走，不要放鞭炮了。走，过路过，别错过。让给你用点力气，我六现在抬不动了，现在受上力了，放心啊。让给你的官儿，我跟你拉，稳住。你在拉扯，你是不是离得很远啊？稳住，稳住，慢点。拐了，拐了，还拐弯啊？还拐弯？拐了啊，拐慢点，慢，拐了，慢慢来，拐了。咱们前面要低一点，好像。前面低一点嘛，我们不要越抬越高了，大家都累。我感觉我好累。拐先稳住，稳一下。稳住，我也调整一下。哎，稳住。来，我们接着走。走。走。终于走到这，过了这关了。怎么的？德高望重。那个，等一下，哎，咱们往后退一下，让他们先过。我们侧让。我们往左让让。这是我们礼让啊。慢。按交规可不是这样的啊。对。我以为到地儿了呢。好。下次别这样了啊！一定要记住，转弯一定要让直行。好，走。那咱们继续走。走的时候小心点啊！不管发生什么事要忍耐。走，天还没黑呢，稳住啊！到康这就到了。到哪儿？前面有个康这儿。康这儿。又来一个，等会儿。哎，稳住！稳住啊！一来稳住。骆驼店在哪儿？啊，骆驼店在哪儿？什么茅厕？茅厕在那边。骆驼店。骆驼店是什么意思？听都听不懂。别管他，走，你往前找找啊，兄弟。慢点。我感觉我比陆浅沉多了。稳住。完了。返回起点，重新开始。这美食又掉了，那我们只能返回起点，重新开始了。我们怎么就沉在了这个项目上？不会吧？咱们考虑考虑策略吧，战术换一下。其实我发现人越多啊，越给的劲儿越乱。对，干脆就一前一后一抬，对，四个就搭板就行了。这样我们可以起来先试一下。你们四个先抬起来，我们俩上肩。对，上肩吗？确定吗？对，就两个人。对，来，试不了，不让上肩啊。规矩不能乱。规矩是什么？什么规矩？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你还想不想为你家公司？不想，不是特别想。宝哥冷静。这么团结，主要就是咱俩使劲，然后两边的你们就搭着，我们就不使劲。对，来，准备好了，我们开始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预备，起。我都没使劲啊。起。我都没使劲啊。走，哎呀，走，好啊，走，小心，前方有鸡。这没人了。小心，前方有鞭炮。走过路过，别错过，新春将至。走啦，我们就搭着就完事了。早这样就厉害了吗？这次一步到位，肯定能过。我现在感受到了你刚才的感觉，因为你离桌子现在开始。哎呦，他怎么从后面出来了？稳住，就你最糟。这兄弟，没想到是从后面来。只要他们不出来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待会儿有人问路，你快点给他说。还有人问路啊？问路男，这不来了吗？这位兄弟，路在后面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这？哎，我天哪！这木头店在哪？木头店在这边。好，走，在那边。走。什么店？波托店。这哥们长得像武大。对面。右边有点低。哪边？右边。没事，你们就这么平稳的往前走就没事。哎，稍微往右走一点，我这根棒子会碰到前面那个柜台。好，往右来，所有往右走一点啊。好，不要太右，可以，刚好。可以，刚好。还有个大姨，哎呀，大姨，还弹进去啊？一步之遥，小心，稳住，还弹进去吗？到了。
啊，要抬进去。有台阶，小心啊！稳住，稳住。来，可以往里边进了。就是这里吗？啊，走走走，抬进去。走走。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。后面要起啊，后面起一点，后面起一点、啊。没事没事，我这儿低，我这儿低。小心小心。过。上来了，上来了啊，上来了。好，稳住。慢点慢点慢点。进了院子，我们算赢了啊。好了，我们赢了，赢了，轻点，轻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漂亮，弟弟，放了啊，可以了，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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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轻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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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喂，哎呦，好，平平安安，节节奉公，恭喜各位，可以把福牌挂在吉祥树上。这位女士，感谢你，女士，女士，这位女士，三个任务都完成了，走吧，我们去那个什么树，吉祥树，吉祥树，走，完成喽。